今天跟老爸在这里发现全熟的芭蕉，我们把它采下来，已经熟了。看一下，可以吃了。哇，你们看，让老爸跟叔叔开吃一个。 已经被小鸟吃过了啊，但是这一包还可以吃，还吃一个，就不要了，太香了，还吃一个这个，吃完吃了就特别香，打沙里面到处都绿油油的，吃吃回家了。 加上那下面，再开吃一个，老爸。这个自然熟的就特别特别的香，大山里面，空气很好啊。给老爸在路边发现了一颗野果子，我们采点下来吃。那谁给你了？熟了，多摘一点。 但是太高了，我就摘了这几颗，上面的有点高，但已经熟了，就摘不到。吃了，让老爸开吃一个啊，这个是酸酸甜甜的，挺好吃的。甘蓝，甜蓝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的，山里的野果子。天气热也可以解渴啊，这个酸酸甜甜的。